许多天文爱好者看过土星的照片，都对它那美丽的土星环所吸引。的确，这个完美的环让土星变得高雅和独特了许多。但其实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关于土星环的几个事实。第一，我们在地球上是无法看到土星环的。土星环是人类派出了探测卫星后才知道了它的存在。第二，除了土星，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也有环，只是后面三个行星的环相对比较暗淡，而土星环看起来明亮许多，因为它 99% 都是由冰块构成。第三，土星环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薄薄的平面，而是一个有厚度的区域，只是我们离得太远，看起来好像薄如纸片。在了解了上面三个事实之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太阳系八大行星里有环的和没环的有什么区别。从表格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球、水星、金星和火星这几颗类地行星都没有环，和有环的行星相比，这些类地行星距离太阳更近，体积和质量也小很多。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土星环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于其他天体的碰撞产生的碎屑，或者是靠近土星的天体在潮汐作用下分解的碎片，然后在土星及其卫星的引力作用下聚集在土星的赤道带附近成环状。另一种说法是在土星形成的时候，一些气体和碎屑被残留下来形成了环。现在根据卡西尼号回传的数据表明，土星环的历史非常古老，有40亿年之久，应该是伴随着土星形成时就存在了。看起来第二种说法更加接近事实真相，当然了，也极有可能是两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让土星环越来越大，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么，为什么地球和其他三个类地行星没有星环呢？星环不是你想有就有的，得有形成的条件。土星、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因为质量和体积巨大，能够捕捉飞离的碎屑、冰块。另外，根据洛希极限理论，距离这些巨行星过近的行星会在自身重力和潮汐引力作用下解体分散碎屑，形成星环。所以质量和体积是一个关键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地球等类地行星距离太阳太近，太阳光会卷走任何试图围绕地球运转的碎屑，至于冰块则直接蒸发掉了。所以很遗憾的，我们的地球没有漂亮的星环，不过至少我们还有美丽的月球吧。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